好意思帮你拿快递了。哎呀，咱们都是兄弟，说啥最后一次？你这每天都有那么多快递，都是什么？这是我从韭菜岛领的苹果15 Pro。这真的有那么好领的吗？当然了，这还有厂商发给我的粉丝发货名单。现在左下角还准备了 19.6 英寸的 iPad 和不限量的苹果15和华为 Mate 60，都是 ETP 的顶配。我也抢购。那你把这台给我。你这点我左下角链接，点立即下载，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，呱呱机、升降机、苹果、华为随便你。那我这自己去领。你记得用上我左下角的礼包码，那样升级更快。欧了欧了。以后你就跟我啦。哥，煮这葛仙米还要撒配菜不？我去菜园子摘。你去搞点鸡蛋跟瘦肉。好嘞。这玩意可不好洗啊。上锅蒸。下葛仙米，让它再蒸一会儿。可以了，不过。再做个葛仙米肉丸汤。可以了。一岁吧，葛仙米来喽。哇，这看起来更像一只酱了。你尝一下。在嘴里爆开了，清新干鲜，好吃。来，你尝尝这汤。嗯，好鲜呐、这葛仙米有点像珍珠奶茶的感觉、好喝。好喝就多喝点，下次用葛仙米给你做珍珠奶茶喝。好，你说的哈。来。